有啊，你讲燕如哦，燕如姐吼，伊嘛有做侪贵人诶，比如是，讲叶嘉修老师哦，啦，对，是，吼帮伊写做侪好歌诶吼，对。真可惜啊！第迄个，伊诶迄个后半段诶岁月啦，第咧出道诶时阵后半段诶岁月，伊才离癌啊，才是，要离开安尼吼。对，是。我记得有一首歌曲，就是蔡正南老师作词作曲，是。然后他就是为了要，就是帮助这个燕如姐加油打气，然后让她有一个正向能量，然后希望她可以好起来。然后她作词作曲之后呢，就是让这个世贤大哥啊，还有江蕙二姐，还有这个陈英杰大姐啊，很多很多艺人，然后大家都一起合唱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唔免惊》。哇，这真的就是是可很以感受到那个我向们上所的力有的量，对，大家的力量。其实应该说，就是叶嘉修老师还有帮那个燕如姐做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月亮的有我的等你》。对啊，其实这首歌也是为燕如姐所写的。对，是，真的，不管是燕如姐，尽管现在已经当小天使了，是，不过她在歌坛当中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。是，而且也挂下面嘛，永远拢伫咱的心目当中，好歌一直传唱下来。对，没错。刚刚有讲到这一首《月亮岛有我在等你》。那呢，咱今来欣赏又容依然带来这首《月亮岛有我的等你》。想当作心内的你，在天边，敢知阮有偌想？